来先玩一下《王者大陆》手游哦，《王者大陆》手游。其实我已经创角了，但是我觉得这游戏可能是神界吧，吼，所以应该是改名而已啦，吼，所以还是跟继续讲我们的进度好了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创角了，但是我的记录不见了耶，所以是不同的那个吗？是不同版本的神界吗？那也没差啦，因为我们还是应该他应该是神界没错，但我应该会继续把进度讲一下吧，哈，也许上一集进度也讲乱了。啊，不过这把呢，我练女角哈，我想一下啊，我们神界上次讲到哪里啊？欸，那祖先能够怎么解啊？为什么我的任务不见了？欸，对啊，欸，我们神界有精灵奖排行榜吗？哦，他任务改在下面呢。欸，可是神界之眼是不是在左边？哎呦，大同小异是吧？嗯。我们就直接讲时装比较快好了。哎，我换武也有哎，哇塞，这太猛了，这太猛了。那干脆我们就先讲 skin 啊，先给你们看一下机械狂舞吧，男女都可以看哦，机械狂舞，嗯。我说可以聊天吗？没有人说话。聊看看有没有人。好，就这样子喽，拜拜。啊，对，这个有这样，之前跟你们讲过吧。嗯。嗯，那我要怎么找一些线玩呢、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线玩，给你们看。仪式神器是啥？不然我们回去主城看一下有没有线玩。也不行啊。这样船太明显了，好吧。反正我刚有给你看他新的名字嘛，《王者大陆》哈。